这个打开之后，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就来看一下哈。假设我要抓这个，丢进来，好。假设我要抓这样的，那么它有什么序列工具？比如在左手左下角这里，有没有要去除背景？好，去除背景这个，所以我现在能点到它。当然它本身哦，说真的，像这种你要去很细，在 Photoshop 来讲有困难了、啊，没有办法那么漂亮，没有办法那么漂亮，所以说，通常我如果要用这个，我就要用所谓的套索的，我就这样，这个，你就大概把人框起来，大概就好了，到这边最后结束，有没有？这样就框好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除选取以外的，对不对？哎，去除选取以外的，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它直接储存下来，就可以拿去用啊。因为旁边是不是已经变透明了吗？当然，如果你觉得啊，还有一些不 OK 的，没关系，这里有橡皮擦，你可以再把它擦一擦，对吧？做露露呀，如果你觉得这样去的太多的话。就是它要比较精准不容易啊，但是至少你如果说哎我比较粗略的我用这个方式还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这样子哈，算了啦，我们就让那个金色的花海消失吧，我就稍微把旁边再去一下哈，哇 QJ 怎么办，还原一下他那有个爱一起盖了好，那这个里面哈、哦，粉底上你就要再调小一点。来，这样它不然会怪。好，大概这样就好了哈、哦。那我就来这边存档。那你存档的时候，各位老师要注意一下，请你存档的时候要选一种格式。我们看它提供的档案格式有很多，那这里面有两种，可以有保留。背景透明的，就是这两种，去除跟 PNG。好，那像您看到那个很多去背的，实际上现在都是用 PNG。好 ，PNG 哈，所以我就直接选择用 PNG。但是要注意哦，选择 PNG 之后，请你选择32位元，也叫含透明资讯。好，你要含透明资讯，让它才带出去。好，把这个带出去哦，我把它点一下，有没有？这样旁边的去背。对了，好，确定是我要的，把它存进去了。好，储存成功。那么现在呢，我就回到这边来。这边有没有多一张？对不对？把它丢进来。哎，丢到这边。好，我都拿走。也可以看到区别了，好，所以如果我们用 Photoshop 可以比较简单的像这样去使用哈，像这样稍微使用一下，这样也有区别效果，点上去，对，就还蛮容易的哈，还蛮容易。那真的如果你要比较精准的，可能用它大概就不太够，哎，就不太够。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搭配一下，比如说各位如果你有用过 Photoshop。或者用过 Photoshop， 它里面都有一个叫物件的截取工具，好，截取工具啊，老师有没有问那功能？可能不常用，那没关系，等一下我做一下给老师看，我把画面还给大家。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Photoshop 的，好，那一样，如果你要用同样这一张也可以。事实上哈、哦，用 Photoshop 因为这个软体几乎大家大部分都有嘛，所以如果说哈、哦。你要做区别，也可以用类似刚的方法。这里有那个套索工具，对不对？啊，你也可以用。那它这边还有一种背之曲线选取工具，我放买哈。你也有这可能不太习惯嘛，好，不太习惯。那我就直接从这边物件里面，有没有叫截取物件？进来。
那进来之后呢，它总共会有四个步骤，四个步骤。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这个框框把它选起来，跟刚刚一样，好，把它选起来。不过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几个情形，一种是会遇到像这样，你看这个边缘跟背景是分得很开，很清楚的。这个时候呢，我的笔刷，还要把它放大一点哈。假设这样子哈，我的笔刷呢就会像这样小小的，然后呢一半在内一半在外，有没有发现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好，那么另外一种情形会遇到什么？像头发，比如说您看到这一块，有没有？像这一块，那这一块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笔刷会大一点点，有没有？笔刷大一点点，然后呢不用补到外面来，直接放在上面，补在上面，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它要帮我们去计算，帮我们计算那一块的那个范围。我们不太可能一根一根一根慢慢涂吧，它那旷日费时对吧？可能你涂完了，就活动就结束了。好，所以掌握这两种情形之后，我们现在就真的来这样。你看预设是50，然后用加号，然后这边你看这样笔刷太粗，对不对？那您可以稍微放大一点哈，用这个放大镜放大一点。如果放得很大的时候呢，右手边这有个按着不要放，现在就可以移动。右手边这个小块的，稍微按一下就可以移动。那我从下面这边开始，我就从下面往上好了哈。好，我把笔刷变小一点，因为这个都很清楚的哈，所以我笔刷不用太大。其实我发现挑错图了，年纪另外有一个故事。假设我就。因为这个雨伞就不要了啦，有没有一半在内一半在外？好，其实你的笔刷可以再小一点，好，你就从这边这样上来，好，从这里过来好了，好，我就往上一点，是让我笔刷可以再小一点点，好，因为这个边已经都蛮锐利的，所以不用笔刷不用太大。那说真的，四个步骤里面这个步骤最重要，好，因为你这个步骤有认真做，后面要做的就比较少。那这个洞怎么办？这个洞要还是不要？不要了，对不对？所以你就顺便把它补一下，把它框起来，对吧？把它框起来哈，就不要客气，不是说只能画一条线哦。好，你如果万一中间，比如说手肘啊，或者有些地方，反正那个地方就不要的，穿透过去的。啊，记得哦，一半在内，一半在外，你不要完全放在外面，也不要完全放在里面。就是画在那边边的上面就好了。那到这边为止都还是蛮锐利的哈，所以我们都上上来。好，上面这个就不用为了几根草失去整片森林，我们就不要理它就好了哈。好，那我就再移动一下，拉过来哈。那万一涂错了，就可以用这个橡皮擦稍微擦一下。所以我再往下。这边有没有发现我这边的涂在上面就好了？这个小朋友的哈，好，慢慢上场。你不用涂到头发外面，因为都涂在里面。你比方说不变大，我就多涂几次，就涂在上面。那这边有太多的哈，因为这边都属于头发的部分，我就不用做太多。好，到这边又是锐利边。好，到这里把它涂一涂，喜欢的涂一涂，涂在上面就好了哈。好，这里又是很锐利的，就涂在外面，一半在内，一半在外。好，再往这边移动一下。这个时候当然老师不要停止。